MIT 的冰丝凉感面料。那这件洋装我跟你讲，谁都可以穿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弹性绝好，炸好。然后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它其实是绑脖式的，算是洋装也算上衣，但洋装我觉得真的是很辣啊。再来它这个弹性哦，我只要拉一半就好，弹性无限大。中间我扭了一个结在肚子的中间，让这个很怕小腹的粉丝，或者是想要身材 up up 的女生都一次到位。还有呢，它的副乳全收全包，然后我拉布给你看，你看不看到布又透透的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黑色啊，其实跟蓝色一样显瘦，只是感觉不同。我觉得黑色多一份性感，然后绑带你可以自己调，你想要低一点、高一点、露多一点、少一点，自己调。在后面也不太会掉下来，因为那个人算瘦了，然后他的弹力也都非常好，定位非常准确。然后这边是做一个斜切角，所以你会发现腰瘦翻了，腿长翻了。这整体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的版型设计，加上这块的布料，真的非常的推荐。